水瑞。大家好，我是偷刀，我现在来到了大理的基善桥这边。是说我以前住大理的时候，我怎么都没有发现这里面这么有货嘞？看起来也是个不错的钓点。嘿咻，嘿咻，又来，平安的下来了。哦，那我们就来看看今天能不能钓到目标鱼珍珠石斑吧。呜嘘，基本上汤池应该通杀吧，因为这边都是掠食性的鱼啊。母汤，好了，如果我没有钓到鱼，就准备收竿了啦。好怀念哦！这边是文香牛肉面的中心二店呢，我们就来试试看它二店跟一店有什么差吧。哎，哦，好怀念的味道哦，味道几乎一模一样。哦，我们来吃吃看牛肉吧。没有加酸菜好像少点什么，来加点酸菜好了。那我们来去加面吧。哦，我刚刚请阿姨帮我煮的面是过水面而已啊，就是说用热水烫一烫就好了。我比较喜欢有这种嚼劲的面条。然后我喂拿了萝卜干，还有红茶。我来加一点辣好了。哦，那我们再去加面吧。哇，说阿姨她直接帮我加两球面，还真棒啊。哦，我觉得现在好热哦，有点没有食欲的感觉。哦，虽然很热，但是很好吃啊。我们来吃一下泡菜吧。
就前往下个目的地吧。我们今天来的一家面店，就是说它是珍珠奶茶店，特色牛肉面。要这样介绍就对了。我觉得是喝饮料会比较好。今天太热了，那还是喝饮料。流满身汗，这个面就放着好了。刚已经灌五杯红茶了。不行了，很烫了，先喝饮料，真的很烫了。哎，可以直接把头塞在那里。真的不灌不行啊。进来就只有五杯，你也夸张了，很可哦。啊，牛肉面要吃到喜欢的很难。虽然那边的牛肉也还好，它那味道太淡了，口味很重，超重。一大堆的观众都觉得说，嗯，你也是身为一个医疗人员，你应该会对这种味比较讲究。结果看你在吃东西，我说你吃东西很可怕，好可怕，就一般般啦。因为人生就是为了享受而存在。下一次什么时候还要来？那你的珍珠石斑还没打到。哎咻，哎咻，来来来，阿布带的第一个点，我们来试试看如何呢？来，后来水了，哦哦，终于中了，来哦，哎啊，又掉了，一直放枪。呵，来玩玩看铅笔 pencil， 来水了。中鱼了，哎咻！来来来来来，哇哇，正吃，哎哎哎，哎呦，正吃什么鱼？福寿，怎么是你？这铅笔那么大只，你也有？好了，把你放回去了。哦，来一只珍珠石斑吧。今天的目标鱼就这一只而已啊。再一次，走啊！啊啊啊啊啊！可恶！哎，为什么会放枪？呜嘘！哎哎，中中中！哦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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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以前刚开始是钓到一只福寿就很高兴，然后现在砰咚咚，怎么又是你啊？那必须跟你提到的是啊，就是在桃园，桃园非常多福寿鱼，每一条溪、每一条水沟都有福寿，很好搞，你亮片下去都会有。我是这么觉得，因为可能那边的鱼还没到康桥的等级，康桥已经是小右去搞，都觉得是魔王级了，封顶瞬间封顶，康桥已经是路亚的。坟墓。这边是卖珍珠奶茶，然后附设牛肉面吃到饱。哎，不行，看你这样喝不好喝。好喝啊！我也加点酸菜好了。你看，真的是一点都不热。因为今天真的是太热了。中午我难得吃蚊香，我只吃加三坨面而已，很难得哎。
拿饮料喝吗？好了，你的面放弃好了。你要是真的这样的话，你干脆面把肉刻一刻算了。我再加点酸菜喉。你那个酸菜是加到里面剩一点点而已。没有，清一色好吃的地方就是说它酸菜是有洗过的。对，这个不会很死咸，可以加很多。这是清一色的优点啊，它是连锁店，它周边的品质会顾到。对啊，再怎样都是很稳定。嗯、啊。好，我准备要上车了啦。虽然说今天钓一整天的鱼，没有钓到我目标鱼珍珠石斑，但是说能这样钓一整天鱼还蛮热血的，仿佛我又回到了青春一样啊。但青春本来就是不完美的，总会有遗憾留下来啊。但是这次的遗憾让我下次一定要再来台中，再来把它钓起来看看，我未来一定会再回来的。那等一下我要准备坐车回桃园咯，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咯，拜拜咯。